大家好，我是六栋撩鱼工二队伤势陈之庭。本次任务我负责 AH-64E 攻击直升机的弹药整补，很荣幸能参与本次操演。在操演中，我学到了团队配合的重要，也将自己的本职学能更加精进了。未来我将更加努力，继续为国家牺牲奉献。我以身为国军的一份子为荣。国军战力强。